哎，大哥，那个队服没到吗？好像一会儿都没到到吧，了呀。估计。我先吃个饭去啊，你们先说着。这为啥呀、啊？哎，顺哥，我今天带 SD 打了两把，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一把斧王20-7/22，一把钢背兽15/6/19。刚才又带他打了一把，连飞三把。你要知道老刀头的厚重。我现在真的很累，不要跟我聊这个 DOTA 的东西，好吧？真的很累。DOTA， 你不是还每天得写那玩意儿了吗？就那个那啥那个。就是因为打了才觉得很累，因为你永远可以超神，但是队友里面就没他妈没一个正常人。你现在打天津能把把超神，真的假的？你不要骗我。我真的把把都能超神。有谁能查到孙哥战绩啊？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啊、真的很累，你不知道。我今天打了两把，一把19/4输了，一把13/0赢了，好难什么吗？现在玩了啥呀、啊？当然是中单啦。你说中单啥呀？中单光法。任何光法可能有的就是这样吧。换个其他中单英雄可能好一点。我不，只要有三号位和一号位有一个正常的，我觉得就能赢，知道吗？如果有两个正常，我拿出光法就是稳赢，因为我永远在中路都能打出优势，然后他妈各种节奏带飞，他妈一号位抓不起来，三号位要去送，你能怎么办？是个道理。孙哥，我还是那句话，碧蓝之海这部动漫你一定要去看，我会去看看的。这感觉没有烧到东西啊，四个农民还好呀。他是看了刚才，可能他是刚才看了冰运，他打冰运，他觉得他要么不升狗速，要么狗速慢，然后他是仙气的那个火，仙气的四火车，他想强穿一下，啊，没穿到东西。你知道我现在打 Cero 已经不用隐，我打欧洲的那些重组已经不用隐形女妖了，真的是一个农民都杀不到，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一个都杀不到。不，你这是这样的、啊，你妈的，哎，重组我再跟你说一遍，是防守反击的种族。就开始可能版本新出来的时候，妈人族一些乱七八糟这些前期的骚扰，重组防不住。但防着防着他们就适应了呀，适应之后你就是烧不到东西的，你永远是你要烧你就亏，是不是这个说法吗？反正有点离谱，就是一个都烧不到。没办法，真的是这样的呀。他们这防空位置都是研究过的，过来先挨两下。那研究过，那我宁愿不研究的好吗？这个防空位置。但你就不好走了呀，那女王只能回去了。哎，这位置研究过啊，研究过。干嘛呢？这是防空王，啥情况？你妈，这就研究过，我靠！搞笑的还行，就十五个，就十五个。龙族现在主要是前期可以无脑爆女王，无脑爆女王，人族就没有办法。就人族前期的骚扰，只要你爆女王，就稳手。你打不破龙族这个爆女王的体系，就没办法。然后人族前期投入的资源去骚扰，没骚扰东西，那运营必然是落后的。不要说骚扰了，妈的，就算正常运营，对吧？那重组这种基地重卵这种，那就农民随便爆，就因为正常运营不过重组，所以说其他两个种族才会去想前期去搞点事情。
但话又说回来，妈的李平男这个是有点夸张，妈的每天都是什么打不了。哎，是打不了，是打不了，妈的！你还不如咬农民呢，我靠！저글링이앞마당으로갔기때문에하나씩던져두는시야학부용저글링이없었거든요네일곱시쪽으로크게돈걸몰라요그래서아근데저글링찍네요오바로파괴하고빠질수있는데네바로좀찍어주고있습니다지금여기서점사하고전차달려와야죠네그나마좀체력은빼놨거든요네저글링왔어요바로와장랑那种那么多狗哎这狗是有点脱节啊但是哎啊咋咋咋咋咋还行咋咋还行守肯定能守住这是无所谓的就是说刚才狗稍微有点脱节损失了一波狗没必要刚才这种坦克的位置你刚才其实狗都不用上女王一顶对吧顶往前面一顶然后砸一下就可以往回撤了等后续蟑螂来了就可以随便守哎反应呢哇靠这小规模的这种多线对于大和现在来说都随很随意근데지금테란이사령부를추가하고군송장늘리는걸고려해보면이게정찰까지되면이상적인건결국군락그냥넘어가는거거든요这局面班已经不好打了三本的科技非常的快他犯了致命失误他两攻两防了升了呀慢了他的打法照理说女妖开应该是九分多钟就能好九分四十秒还是九分五十秒就是完美运营了他这把慢了好多他这攻防两攻两防估计十一分钟十一分钟还能好길게가겠다그래서강영우는군락도눌렀고감염충이나오는순간이니까이제7시와12시죠빵你现在就等着一波出门了但是这波出门我认为打不了东西啊因为有感染虫的存在随便打啊感染虫在这个时间也太好用了他现在怎么说呢人族这他四框太慢就打蟑螂的话你四框必须非常快就你看我那天打 Cero 我五矿你发现都没有开的我五矿好像十一分钟就开好了你想你打蟑螂你打蟑螂必须要打就是你打蟑螂就得上来打猥琐你必须要兵种质量比他高我那天那张图只是打 Cero 你让我换打其他虫族我感觉我都能赢因为你看他现在也推不了你说推嘛你肯定推不出去你这种部队推就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用一小坨部队压住他然后把你的兵种质量续起来就是你坦克要多坦克要多之后然后你把大量的基地也补起来那这样的话虫族肯定会冲你然后但是你兵种质量比他高他的战损就比你高打着打着然后他就输了就打仗好像只能这么打除非是你前期就立到一定程度你想你想把他打死那你只能暴兵这么打你看他的矿太慢了为什么我现在觉得你现在就对于 Cero 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恐惧你知道为什么吗松哥为什么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我看 Rip 都看不出来我能怎么赢的选手就你看你会发现你看录像你都不知道怎么赢他就我看任何我打大狗或打马入甚至当时打马入都是就我看录像我在就知道我哪里造的就做的稍微再好一点我能赢然后我去看我打Cero的录像我怎么看我都觉得我他妈赢不了就除非他犯那种特别低的失误就很绝望你知道吗让你打的你就是你作为一个职业选手你看他的录像或者怎么样你就觉得他怎么他妈能打成这样呢把心里扔骂我就是他妈铁塞吹你知道吗现在听到没有你去看看他 IEM 卡托维斯当时打冰运那三把还是那四把就没机会那打下来就是没机会不要说什么我跟黄哥吹 CIL 这种才是你妈真正的赛吹、哎、呦我只能说他就是 GOAT 中了他现在就是星际的 GOAT 上一个 GOAT 已经去兵役了
所以他现在是 GOAT。 大克这波冲锋有点二，不应该把他们不应该把橄榄中一起冲掉的。他没有飞蛇，一般这种跳他飞蛇早出来了，他这飞蛇太慢了。来了来了，飞蛇来了。화력에서밀렸어야되는데대신에이제템포조절해야돼요여기서이싸움을계속할필요는이선도없는데불공의비중이높은데오래싸워서의려서너弱了완전不大이정도면갈무리해야되니까이싸움으로저그가추가확장가져가지못하게하고이재선수가엄청난성과를냈거든요차량부가엄청늘어나서이거자리잡고我真的是头一次当时跟他练习当时第一次练还后面还好然后后面越来跟他练就越来越绝望就看 RIP 都不知道该咋弄了啊这地址埋的位置太好了坦克全倒鬼兵能不能狙起来吗、哎、鬼兵狙哎可以不是他怎么会在没有狗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情况下这么伤、啊、他觉得已经打高而且你坦克位置不太好他就第一次埋的位置还可以的但是他没想到那么多鬼兵哎你说他星际以后有没有可能弄一个他妈的低打高会密子这么说吗没有我也是啊这个设定啊都陆战部队不枪兵队员了他妈怎么可能射偏吗他坦克的攻防忘了就你知道吗我看录像有时候我唯一能就能看的就是自己的问题就比如你看这个时候有时候看录像我会提醒自己啊、哦，我这坦克的弓没升有没有可能我坦克下的弓升一点那什么了或者我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多余的钱我可以下第三个 VF 就我可以两倍坦克两倍地雷或者两倍坦克两倍火车侠铲起来那这样会比 MM 加坦克厉害就唯一能总结的就是这几个点就其他方面你就他那个军坦还有什么你真是他妈看不出来那太夸张了其实邦尼这波想要打得狠一点直接一波 A 过去就赢了因为大可这个部队是没有任何 AOE 的这个第四的话碰到人族就是这种质量他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他现在基本来多少送多少没用没用这第四没用 这第四现在就是来多少送多少就他人族的兵种质量已经超过你纯能靠第四飞蛇打的这条线了你现在就是去多少送多少就塞若如果他这个打法打到就是比如他第四跳出来他后面会转刺蛇狗毒爆就慢慢转成刺蛇狗毒爆这样的话你鬼兵很多也没有用就你如果被我狗毒爆包的话你还是会被爆但是你还是用这种纯第四刺蛇加飞蛇的话那就是给人族送钱你战损越来越高然后人族越来越有钱兵种质量也越来越高因为鬼兵已经成型了这个局面大可已经输了就没法打了这局面已经就还是能炸下来啊哎我去就赢了哦他先开这边矿我有时候都不先开左边的矿我现在是像他这边矿你也去打这个 GSL 你觉得你能够进到四强甚至决赛吗不一定他妈这时候这看状态的你看我那昨天都输给妈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都拿到世界冠军了昨天他们说你输给 MANA 是故意输给 MANA 的是吧是不是我怎么可能故意输吧就现在 TVP 就是剪刀石头布你知道吗就战术被克了那什么我非常他妈尊重公务杯你们都这么用心用力的办比赛我还不尊重你们那我这过错大了他们懂都不懂没关系你只要把钱付了就好了哎他们就在那里拱火你知道吗你他妈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大哥怎么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我真服了是吧没事啊这个跟我下面他没有关系以后这样功夫杯你没有进八强你就把钱付了。毛这样我前十六强什么碰个三肉那不是很正常说了。他妈这种东西你他妈你打比赛肯定想的是冠军啊你世界冠军难道你他妈的一定会输给三肉吗谁说 IM 卡图维兹世界冠军就是世界冠军了这蒙的冠军不算、啊。
哎，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定了，反正进不了八强就扣钱，没来扣双份。哎，反毛素质高一点。不是，他妈你现在砧板上，妈的我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我已经跟法师说过了。为什么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啊，因为你没来啊，你我钱又不在你们那里，你在法人那里啊？早就不在法人那了。哎呀，你相信我，肯定会扣你的，你放心，相信我。素质太差了。你还有个，你不是二十三号不是还有个东西没拍吗？取消了呀。取消了是吧？取消了。你战队联赛不就战队联赛你们不是你不有奖金，把你那份扣了不就好了？光什么？这联赛没多少钱。지금이건그게안되죠그렇죠이건정말전술이상의전략입니다네완전후반으로끌고가고특히중반타이밍에사용구를막늘려버리니까그때그걸꺾지못한박민호선수가애먹고있는거예요근데大哥不想退啊，这为啥不退呢？这这么多鬼兵啊。그래도돌아간다는데이렇게하면哎，你知道吗？有时候就看他们这种后期打的，这种中后期打的，真的是没有，可能跟赛尔打多了。是这样的，因为 Sayo 他的基本上他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其实有时候我打的时候我也是赢不了大的，但是你就从上帝视角来看，你看 Sayo 的比赛，你再看其他人的 TVZ， 就感觉是两个的 TVZ。你感觉打大的你有机会，打 Sayo 你没机会，这就是最大的不一样啊！啊，对的。对不对嘛？경기좀이어나가면서더많은자원을가지고상대를찍어누르는데성공을했네요사령부를중반에엄청늘렸어요你们那天看他打 TVZ 打一个谁不也是吗？就是打 Q 还是打谁？就哎，打完了谁赢了？还没打？没有啊，开一比零，帮你一比零。좀더가난하게마무리스타랑도워낙잘하다보니까좋은모습을보여준건데힘대힘으로넘어가게되고박영우도판단미스한두번이나왔을때네그걸이재선이너무잘받아먹었습니다맞습니다그래서이재선선수가그린그림이좀완벽하게완성이되면서선수를잡아내고妈的你也有点惨我说真的你也有点惨为啥那天我不是去焦作嘛不是吃饭吃那个饭吃那个饭嘛对不对啊이전에박영우는거의뭐你现在其实跟大凯子并没有合同怎么办啊？那没办法，之前就没让我签合同啊。如果你当二五仔的话，你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妈应该是踏不进上海了。不，跟不是踏不进上海那么简单，你真的。이박영우선수원하는타이밍에지금싸워준것이아니라아그럼아자신의타이밍으로경기를돌리는능력이탁월했어요응자狗哥자狗哥박영우선수둘다잘한다라고소리가太差了이재선수가강민수를상대로는판을还有对大鸟好一点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没有合同所以工资工没不发工资来哦对啊今天都十一号了他还没发我工资我他妈先去把我工资要了不然就应该发大鸟发工资喽！今天都十一号了。我靠，不敌赢他忘了，我们是每个月十号发，他忘记发我工资了。我刚想起来，我说怎么今天少了点钱而已。王哥，嗯，你收到这个月工资了吗？啥工资啊？俱乐部的工资啊！我操！我从来都没收到过呀。我从来都没收到过，你妈的！나갑니다나가요두기가나갑니다이에마스는빨간색박영우干嘛一块钱他妈就不是工资呢？오늘첫번째작전아니중장기전경기펼치고는이후에지금내보낸선택哎，我忽然有个计划。我不是，我你看啊，我要这么算。就比如我有一百，对吧？啊，就我比如什么工资、什么奖金、哎、什么，这个、也有一百。那你在这个位置、啊、也在里面，真是一样，真是一样的那个颜良斌。房子还能看到房子啊？哦呦，看不到，这个这个被算计惨了呀。
근데이거위치가원래왼쪽대각선으로살짝이거는양之前那个打法아근데안보이는것같은데요지금이거이대로간다생각된건가요계산看得看不到吗这里看不到看不到研究过的我肯定看不到研究明眼研究过的完了大概完了장기전임팩트강하다보니까강용선수의머리太小人了이거진짜깎아나왔습니다와그리고이제저거한번쓰면다른사람도못써요와그러니까这个就不可能有任何反应刚邦尼已经在那里吐气了他也很紧张他知道被发现就完了但是没有发现呐너무짜증나새끼방용을이런걸하면진짜싫어하거든요네오늘좀완벽한판정은될수있는그그림이지금그려지고있습니다2023사막이열렸어요2023 GSL 시즌원4강3테란까지이게뭐야이게뭐야어그나마오이거취소를아부장아돼버렸습니다이게박용호가이런거보면그냥细节很好直接派一个农民上去看一下你在干什么看到蟑螂然后直接加了 VF 然后挂科技挂件你把这个地堡破了之后导弹车就来了你把导弹车砸了之后女妖就来了你把女妖弄完之后你没法弄女妖你就可以退这就是打得很准之后的他拿枪往上压他知道你在出蟑螂前期缺虫卵你就往上压的话你就必须摁狗你摁狗的话你就没有卵摁蟑螂很聪明这两兵全算到哎为什么你打不出这种两兵、啊、你让我演到这个位置我感觉我也打得出来说实话而且你好像都不野兵营了现在我野了就输那我野他干嘛呀你可以考虑练一手他不会被他不会被哎啊这蟑螂就这么走出去啊他走出去直接就换家去了呀看导弹车来得及导弹车来得及那你要是去换家别人这枪兵直接往上走你怎么办他还有新的兵呀有蟑螂的呀不要慌完了房子又被打了啊我这卡傻了这个房子已经导弹车刚刚好这么聪明你接不住呀别人这么多枪兵啊哎无所谓了这枪兵送给你你也输了你怎么打呀我想不出人虫族现在怎么赢啊아이거밖에살려야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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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거하나생명이에요이거하나하나가너무좋죠이거살아야돼요무서워요차나계속찍고있는데병영하나띄워서저그도알아야돼요이거올리는거눈치채야돼요빨리근데이게어차피사이클론가면서병영에서해방계속찍으면사클但这个地堡破的话慢慢打呀局面破的好啊只能慢慢打了邦尼要想打稳一点的话直接家里出个女妖就好了直接家里出个女妖后续接个大河这是稳赢版就现在开始造大河建筑但是一定要按一个女妖啊他怎么 VS 这么慢啊他运营出问题了吧我看他早就有那一百七了他运营好慢啊是吧他有点迷茫我跟你说我怎么感觉他要被一波反转打死了两个啊他这么造女妖他家里没兵被打死了的话有点危险没兵有点危险他不会这局都能输吧他输了呀这怎么守啊这守不住了给你退了这哎我的天哪这局面刚才很难输的就直接出导弹车然后有气下第二个 VS 然后就出一个女妖这不就随便守啊你这连枪兵都没有你没了呀啊这都能输啊决胜局啊决胜一分这输了大哥还是聪明啊破这局破的蟑螂没有管那个地堡第一时间跟你换家他应该中间有一段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有点迷茫就没有放 VS、哦哦、他早就有那个前期了哇你看大可也很那啥他本身以为这把也要输了
帮你，你知道吗？大的也是闷骚型，你看他现在很淡定，他其实不是的。这种反败为胜，对吧？那新菜当然是很激动的，这个是很正常一件事情。见怪。哎，你这我发现你今天好像预测老是错误啊，很难。哎呀，很正常呀。世界冠军也看不懂，是正常的。是因为那这些选手跟你这种世界冠军有差距，是不是？不不不，我最近我比赛都没怎么赢过，好吗？我 A 站都掉出前十了。现阶段 TICO 排名，他他妈为什么把我排在 M 和 NO 总之下？我觉得我打的还可以啊。你没什么实力。讲实话啊，我昨天那黑鸟都把你们杀烂了，好吗？那是因为你对上了一个叫 Michael Side 的。那 Michael Side 是你们 T1 最强的，我把你们 T1 最强的都打了，我不能排到 T0 吗？但是 Michael Side 很软。Michael Side 还软？Michael 赛的很软，昨天我在上路跟你对了一下，我先去把这个帖子举报了。我在上路跟你对了一下，我发现你操作也一般。别，黄哥，你昨天都被我两下都敲死了。昨天我黑鸟一个关就王总骗了你们两个大，一个 NEC 的大，一个你潮汐大。不，我是说你的那个敌法很一般，骗你的这个盾一骗一个准。你妈的！我跟你说，因为我不太熟悉你那个技能，后面才知道。Michael Said 全风行，那不知道在打些什么。昨天在 Michael Said 的第二把风行稍微做点人啊，这已经结束了。我刚才把那帖子一举报，这帖子就被锁了。我操，这么夸张？我果然是有权限的，我只是不知道而已。啊，这帖子真被锁了，我一举报就给锁了。牛逼啊！승리를따냈습니다경기를원점으로돌렸어요이제진검승부단판승부가펼쳐집니다이렇게되면맵도받쳐주겠다일단일반적으로는테란이다시버티기운영을시도해볼수있거든요다른게있다做过小强犯罪，你们是不知道 Michael Side 和黄哥视角而已。哼，他妈的我犯罪。昨天孙哥还可以，昨天孙哥单杀了我四次吧，还是三次。我他妈一个四号位他妈打完之后，他妈的一场四五十分钟的局打完之后，他们居然要我背锅，你妈这是不是过分了？我靠，他妈的一个四号位他们还要怎么样？是这样的，我关键是他妈的这个二三号位你们两个人打完之后加起来伤害还没我一个四号位高。孙哥是这样的，推流就是原罪，谁推流他妈谁就一定要先把锅背了。你要知道阳光之下万物显形，你既然选择了推流，好好推，你选择了推流，你就他妈要有背锅的觉悟。真他妈气死我了昨天。是的呀，你妈的，这个我就跟你们这样讲，谁推流他妈都要把锅背了，只要输了今天就他妈 AME 推流，弹幕都不会放过他，没有用，是不是那么回事吗？超哥吗？啊 ？AME 是超哥吗 ？AME 不是超哥 ，AME 就是 AME， 超哥是超哥，超哥推流也是一样的呀。在弹幕眼里，就算你是 TI 冠军，他妈的你也是错误百出的。啊，超哥的 ID 是什么？超哥的 ID 是 Maybe。啊 ，Maybe 啊。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就算你是世界冠军，你的这个推流，只要你推了流，在弹幕眼里你也是错误百出的。屌炸天的菜鸟正在星际争正在 DOTA 二，这没有用。李培南今天推第一是要打星际，也有人教他怎么打的呀。我不用推，最近经常有人给我发什么斗鱼私信什么的，教我这个 timing 怎么样，那个 timing 怎么样。是的呀，有人教他的呀。你那个 timing 不推，哎，我找一下那哥们儿，我看他说了啥，找一下。我就找一下那哥们儿给我总结的。
그런 시도가 결국 펼쳐졌습니다. 네. 哎，为什么会这样？哦，被你妈的我被顶了，我靠！你怎么了？没动。你的开局还要雕琢一下，估计出去内战，别人还是会和你开局短打的。Clam 打你多死神火车，就是你坦克出来的那一段时间；黑罗马瑞打你，则是真好之前的时间。你现在的渡鸦开前期战力有限，真会慢。你这个阶段这里有很多空子可以钻，别人就是针对你这个开局在打。他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专业妈有啥具体内容呢？好像也没啥具体内容。然后我再找找，我记得他还跟我发了。我找不到了，反正这兄弟给我发了很多，他很认真的在给我分析。我只能说名将有能。这种妈的这种热心肠水友挺好的呀，其实。名将有能，其实还是有想法的啊。就是主要是他很认真的在给我分析。但《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呢，就是分析。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职业选手来分析这个游戏的话，那不应该这么分析，你应该告诉他具体的 timing， 应该他该做什么。问题就是他妈的没有货，那怎么说嘛？是呀，就你他说的这些所有东西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你仔细去揣摩一下，好像也没啥内容。不是李培南就不可能去仔细揣摩嘛？他妈的仔细揣摩就着了他的道了，好吧？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比如说你就说几分几秒，对吧？你先造什么，后造什么，那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好处？这个为什么会要这么搞？那别人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有三个死神两个火车打你？你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防守？你讲清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李培南是可以跟你讨论的。对吧？如果你讲的有道理，对吧？有理有据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你讲个这个讲个没有什么内容啊，其实说了半天，那咋讨论嘛？没法讨论呀。哎，我怎么觉得大哥这不要死啊？大哥狗有点少，狗有点少。女王也加不过来，而且他女王站位太差了，没有成弧形。守住了，守住应该还能守住，有点伤啊，很 伤, 很伤啊，拖农民呢、啊？你不拖农民的话，你就女娃要死光了。哎，这个打法我今天可以回去研究一下，感觉有说法。我一会儿看看录像。是大哥的问题吧？因为大哥他这张图，他知道这张图虫族他喜欢出蟑螂，你知道吗？都喜欢出蟑螂，就刚好掐得到蟑螂 timing 是吧？这个位，这个好像，哎，这不很伤了，快走。后面等两个运输机。我大可农民没死，大可农民还没死。但是王死的就很伤，好吗？战损太亏了，而且他现在没有一攻一防，他一攻一防都没气体。大可明显开始慌了，女王也死光了，卵都扑不出去。而且说实话，他这张图这么开矿是错的，他就不是，我是觉得他这么开矿是错的。你有四矿那么高，就是高诺瓦斯那样去开，你不开，你要这么开，你防守面积不仅大了。你这科技就是经济也没有好太多。继续往前压，哦，这个压力要给足了，他不想让你再运营了。但是说实话，但是说实话啊，打蟑螂不应该打这么急。对，你看他把坦克收回去了，就你打蟑螂不应该打这么急，打蟑螂就是应该打那一拳。他一攻一防好，对，你不要就有优势了呀。哎，很聪明，两个假的运输机。蟑螂一定要回去。他这个什么打法？怎么蟑螂狗是什么打法？他狗没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现在没东西出，他没气，他必须出狗了。这两个坦克怎么没架？啊，我觉得他打的有点着急，不用那么着急，慢慢打就好。这局面优势太大，把两攻两防提起来，运营别慢。大可刚升一攻一防，而且还是狗的一攻一防，
他想打刺，他想打蟑螂狗毒豹。那这局面你打蟑螂狗毒豹的话就没机会了，你打蟑螂火烈狼带感染的话可能还有点机会，你这么打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帮你现在就把两攻两防贴好，运营别乱，然后四矿开起来。帮你只要现在不要急，慢慢开四矿把冰爆出来再说。哎呀，我好怕你妈的大可又翻了呀！翻不了，这把翻了我他妈偷你下来给你们两个老前辈当尿壶。我好怕呀！但是我真的帮不了，这局咋办？看看你这张脸，我尿不出来，你知道吗？到时候又翻了。真翻不了，跟你说了翻不了，我是一个职业选手，你要相信职业选手的判断。今天你判断的有点多。啊，你信我呀。我大哥这个运营的确不好，他因为太怕帮你推了，所以说 他们今天我去看看那边亚洲区今天谁有谁打，今天好像 SD 也得打吧，我就看。今天是咖啡打摸麦卡，然后也是打鸟哥害死线。哎呦，基地掉了，这样的话强摸基地，中火也要摸掉，走啊，不用打了，这个基地掉了还打毛还打。还有没机会了，没机会了，真没机会，办法，真没机会。这个基地掉了，真没机会。那个兵种如果出来的话，能定的好还没有没有，感染虫也没用，感染虫给你定住了也没用啊！你吃完你哎，他就站在那里，你定哦，好了，定完了我、啊、来不及，感染虫断没。我跟你说，就算你定住了，这不对，他跟你强换你也换不动，你也很难受。换完了，经济优势太大了。这个局面是真翻不了。送完差狗送完差不多大可已经定的很不那个砸的很不错了，他就顶在这个位置不让你过来，强行跟你交换。他这个火是砸的比别的虫族要好，对，他砸火很厉害，全部分散的。还是那句话啊，翻不了。军坦也太差了，经济也差。这几个坦克架的位置真的恶心。而且你现在你什么都科技都跳不了，你经济太紧了，你就只能一直盯兵。他不可能做其他事情。说实话，我到时候要研究研究他刚才这个开局，他应该就是个三矿三 BB，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时候看看打狗毒豹效果怎么样。但是我很有一种预感，就是我这波枪兵过去直接被狗毒豹包了。第一波正常情况应该是被狗毒豹包的呀。对啊，对，就我。那我不是蟑螂吗？是要被包的。照理说是被小狗和女王完吃掉，然后你没有火射这种东西，清军坦，然后冲出去无限科技，然后就把你冲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把打成这样。我估计也是因为大可这个开局太偷了，因为我看 Cyril 他就算出蟑螂，他至少他还是有狗速的，因为他会就是他的那个蟑螂狗，他会用狗一直在那里，就是咋说呢，就是侦查，他如果房子侦查不到，他总会屁一两条狗，然后在那里看你什么时候出门，他不会一点侦查都没有。你不是废话吗？刚才大哥就没侦查呀，大哥就有侦查，可怎么可能会被打成那样？把 Cyril 这种细节肯定要做，肯定会做的呀。大哥已经无脑在按火蟑螂了，已经开始。哎！这个地方！哎！洛世界！我靠！这个地方洛世界，我人傻了，这个第一次看到。我靠！洛世界，这他妈炸了多少人口啊！啊，你不会被翻了吧？哎，这个洛世界牛逼了！出轨兵呀、啊！别急呀、啊，我操！再出了！我再帮你有点慌，先帮你。帮你他妈的里皮奈也很慌，好吗？
你把再造两个 VF 呀，火之侠什么攻防升起来呀，他怎么赢啊这把？你就看着他高德瓦斯这边弃矿，右边再放两团兵啊。尿壶，别说了尿壶。翻不了，这把他妈真翻不了，这攻防都领先这么多，这火狼有啥用啊？又是他妈全给他狙了。尿壶，我从你的语气里面听出了两个字。紧张，我不可能紧张啊！紧张啥呀？这有啥紧张的？我只给你们搞点节目，我只给你们搞点节目效果而已，我怕你们看着没意思。尿壶急了，不，这局面真翻不了啊！这鬼兵就凭着狙不就完了？他这有啥用啊？这部队的确翻不了，这火战狼其实没什么用。你就三个，这边就三个毒吧，十九个火狼，你这十九个火狼有啥用？你多出点鬼兵就完了。哦，刚才这个落石机才是好多年没看到过的。是啊，把帮你人都傻了在那里。你多按点鬼兵啊？他们怎么那么不想按鬼兵啊？你按一个十几个鬼兵，这局面怎么输啊？而且这细节很好，他在那里防百米感染。这种地图机制，有时候你多加一点，其实比赛就有意思，变得更好玩。对，好，开始冲，喜欢冲，狙击，对，拉起阵型跟他，哎，别往后撤，顶着打。这种东西技术战略嘛，对吧？我操，你怎么两边送啊？看到有可以利用的这种机制，就你就利用嘛，这就是战略的这种特点。不对啊，他妈大哥是我队友啊，我操，我有点搞错了。没事，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卖队友也很正常的。对不对嘛？不是，人族这矿都开满了，这真输不了吧？这矿开满了呀。为什么你要现在要用疑问举什么输不了吧？这妈的你不应该输。哎，漂亮，哎，我操，没举出来。漂亮！哎，右边的矿给他开起来了，经济收入一样了。再被换一波加，没用，这换加没用。鬼兵隐形啊！鬼兵不是有隐形吗？三矿隐形啊！不是你的兵啊？你的兵在哪儿呢？在正面呢。哎呦我操，这没被撞，你造两个 VF 啊，你地雷和火之侠出钱，你没有火之侠你怎么亲狗呢？急了呀。你为什么感觉你好急啊？你好急啊。我不急啊。你不是节目效果吗？我是节目效果，我现在就节目效果，你看不出来吗？我怕对妈水友看着没意思呀，我操。你没发现大克正面慢慢的打出来了吗？哎，没用，这兵种质量太低了。他没有刺车狗都不知道这种火战狼没用的，死一波失误一波就没了。万一他不，那你也得分两团兵去清他右边的矿呀。他没有意识吗？他没有一点点意识吗？就知道别人在这里右边开矿了，分两团兵啊！你妈，你打的时候也是，你打的时候也没这个意识。我有这个意识，我现在这个意识很好，就去清别人侧面的矿。对，狙啊，你就 A 上去啊，你他妈一把连他扫过去，他有几个毒啊，给你炸呀！哎呀，别人又绕一波狗。狙呀，你狙呀，你上去对狙他呀！狙，对，上去狙，漂亮！烟币一把，他开始出现烟币了。哎，给他这边矿，给他。两片矿哦。拆这片矿拆不了，家里兵呢？兵呢？被砸了！别急，这几个 A 上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在正面。哇！哎，你别这么啊，还赢？翻啥呀？这出人都赢了，这片矿给他，左边还一片一大片矿呢。哎，这原战不会炸自己吧？三个鬼兵、啊、不会，他是一个顶尖的职业选手，炸到了，他怎么可能会被那种炸到了吗？哦，还好没炸到，没炸到，肯定没炸到，没炸到。哎，万一大可把这边拆了，湿了呢？
这吃不了，他不会那么傻的，他会这波收回去，收回去把自己的矿开起来，一波矿龙一砸，然后成都就没有经济了，再推左边两船兵，然后剩一大坨兵去推右边，不就赢了？大可韧性还是强啊，妈的，这种局面都能搬成这样，真输不了，真输不了。主要左下角两片矿起来了。哎，橄榄中就一个多一点，橄榄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我买没用，这么多鬼兵，你橄榄中有啥机会啊？埋地不会定住啊？没有埋地，怎么可能没埋地嘛？来了埋地，哎，他不会定到的，他是个顶尖的职业人族选手。哎，这里哎，他没能量，这个橄榄中没能量。但是兵有点多啊，不好说，这波不好说。鬼兵隐形了，我靠，这个小人隐形了。你妈的，差一点，李佩丹绝对滴了两滴尿，这个地方。跟你说了，这个局面翻不了。你是不是下来滴了两滴尿？我靠！闪雷达呀，他没兵啊！哎呀，你就哎呀，啊、漂亮 ！EMB 漂亮，漂亮，漂亮。怎么了？来、哎，漂亮。没事啊，大哥，你身为我的队友，我支持你一会儿继续出现。你肯定相信你自己的实力，你一会儿肯定能出现的，大哥。哼，是吗？我靠，这发型头发都乱掉了，一直在抓头发。我靠，进四强了，帮你好开心，线下了。